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结合游乐园亲子馆，在五号上午举办第二届地藏庵杯亲子公益运动会，有来自130组家庭，超过600人热情参与。以运动会分为宝宝爬行趣味赛以及幼儿体适能闯关活动，包括嘉义市副市长陈淑惠也拢亲自到场体验，甲小朋友的快乐时光，现场充满欢乐的气氛。第二届地藏杯亲子公益运动会，15号上午在嘉义市副市长陈淑惠以及九华山地藏庵董事长黄俊松，甲在场贵宾共同宣告之下正式开始。运动会15号上午在地藏庵前广场盛大举办，来自130组家庭，超过600人热情参与。另外，本运动会拄到疫情，一度考虑取消也就是延期，但台湾防疫信号真好，因此决定在财务的分办理，也希望借由亲子运动会举办。后启明亲自登陆。今天这个亲子的活动呢，也刚好在我们国际儿童的人权日11月20日的前夕哈，与时俱进。那么宣扬我们儿童呢，能够从小也有做公益、行善事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今天我们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啊，种福田，从3岁到6岁呢，希望儿童们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受了我们社会满满的爱跟扶持，我们的宝贝们呢，从小让他们有机会呢，也种福田，一直到他们成长以后呢，福田满满。这个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些参加的小朋友，我们用他的名字捐了500块的那个百米捐助。所以，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所有的弱势捐助的部分呢，一定就有包含他们的福田在里面，所以他们的功德在里面。所以，我们从小3岁一直可以到他哈，就说这辈子到90岁也好，100岁也好，他们都一直做公益下去。所以，地藏庵我们不只说在弱势、在围棋或者在这个亲子写生比赛，还有所有的活动，我们希望所有的全民都可以来参加。家己这嘛感谢地藏庵有这个广场会当做善事，安尼吼。是大人带囡仔来遮爬行比赛也好，体能测验也好，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一定爱来参加哦，每年爱来哦。运动会分做爸爸爬行趣味赛以及幼儿体适能闯关活动，让爸爸妈妈带着后生查囡仔做伙享受快乐时光，也希望透过活动，让这群小小宝贝除了感受爸爸妈妈对子女的祝福、疼痛以外，也会使在欢乐的气氛中成长大汉。九华山地藏庵为104年在位设置旗子灯，到现在受到民众热烈回响。每年救助成功的家庭，地藏庵拢会赠送金手片，让亲爱宝贝得到菩萨的保庇，也会使让囡仔健康快乐大汉。新闻调频界齐彩虹报道。Well, are we going to find smart fish, my babe? I think it's just down here. Look here. Just zoom in quickly. No, look. Honey, I think we're lost. Oh, yeah. Ask her.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smart fish is? Oh, of course. Go straight along this road for about 3 blocks. You can see smart fish.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加个好友吧。Thank you very much. Honey, what do you think it is?欢迎来到英语友善城市嘉义市，只要您看到加个好友双语服务认证标章，就能畅通无阻地在嘉义市大街小巷里尽情享乐。 OK， 那我们菜单，我们提供双语菜单、双语店家手册服务以及店家英语实战培训。 The English menu. Oh, that's right. Can we order the sausage and side dish platter set, please? Yes.Thank you. And it's good. Mm, it's good. Really? Let's go to this one. Okay, this one. You want up there? 让旅客无论在嘉义吃、喝、买、乐，都能够自在享受嘉义市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最道地的人情味。Hi. Hello. Can we see your menu, please? Yeah.Wow, this is great. Thank you. Zhongshan Road. Zhongshan Road. 什么叫做儿童？他们 I look the first one. 对对对。哇，这是我老师做的。I'll make everything. 欢迎来嘉义，欢迎来嘉义，欢迎来嘉义。我们一起加个好友吧。Welcome to 嘉义。Welcome to 嘉义。Come join me.
透过嘉义市双语服务认证标章计划，我们协助嘉义市特色店家拥有更便利的双语素材来与外籍旅客互动，让更多人发现嘉义市的美好。邀请您一起来畅游嘉义 ，Come join me。